求生枝再打开来。就算是复健，小雅的视线也几乎离不开小女儿。做完一次复健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就感觉好像离进步又更往前一点。坚持四年，小女儿原本瘫痪的右半身终于能使力。小雅欣慰同时，却还是好心疼，因为回到家行动不方便的小女儿，只能和妈妈姐姐睡在地板上。房间是有床，可是是老旧的床，对。然后结果我大女儿睡了大概一个月之后，她就垮掉，对。然后我们就开始都在地板睡。偏乡山区时期，这种睡地板总不是办法，但丈夫过世后，小雅一个人的薪水得负担整家人开销，包括小女儿庞大的医疗费，她实在无能为力。还好新竹县妇女福利服务中心及时伸出援手，帮助小雅向外界媒合床铺组，让母女三人能够好好休息。妇女的这个福利的话，她可以减轻我一些的负担，像她有时候会在节庆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次他好像有给我们月饼，然后还有物资，那最主要就是床，小孩子可以睡好一点。还会在吗？有。进行家户访问，也同步将物资送上门，后续更协助培力谋生技能。为了帮助像小雅这样的单亲妈妈，甚至是失婚和遭受家暴的妇女，新竹县妇女福利服务中心尽可能将服务触手伸进在地13个乡镇，其中包含不少原乡和偏乡。也正因如此，相当考验社工量能，公益彩券盈余挹注在此刻就扮演关键的支撑角色。今年已经有286个个案来受到这样的一个照顾，特别感谢我们财政部及中国信托台湾彩券110年度挹注我们新竹县政府社会处妇女新住民科有360万的经费，增加社工的人力，能够更到位的一个服务跟长期的一个陪伴。经费在我们方案的协助上面，其实人事费用当然是占非常大的一个部分。那当有基本的薪资经费进来之后，其实社工的热忱有被支持到了，他才能够继续投入这份工作。你我手中的每一张公益彩券，让梦想发芽，也让善意茁壮，帮助弱势妇女为孩子跟为自己撑起一片天。东森财经新闻黄某人林医生采访报道。